左曲风我也都能够做，除了滑流，滑流还没死。针对我吗？你什么歌可以做，什么歌不能做，你还要挑的话，我就觉得蛮不够格做音乐主理人的。我只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我擅长，你来做做看，真的没那么容易。你们有去探讨那个歌词的内容？我说换了，换了，这歌词很烂，换掉。他给我什么意见？我不是很在乎。